挥，安全疏散，防止踩踏和拥挤。剧场是我家，消防靠大家。同时请注意以下事项。一，请各位观众听从工作人员指示，凭票依次入场，不要拥挤，并对号入座。二，禁止携带任何易燃易爆、有毒危险物品、刀具、金属器械、易碎品等危险物品进入场内。三，严禁携带未经主办方授权允许的横幅、标语、旗帜、条幅以及其他用于宣传物品入场。四，严禁携带灯牌、纸板等超过50×50厘米的易遮挡他人观看演出的物品入场。五，禁止携带任何用于摄影、摄像、录音等设备入场，如携带需寄存到指定寄包处。六，严禁用手机对任何演出内容进行任何形式的摄影、摄像、录音行为。七，请勿在场内投掷任何物品，场内严禁吸烟，严禁踩踏座椅，不得翻越隔离设施。八，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演出的正常进行，严禁观众之间互相谩骂、攻击或故意制造事端等过激行为。九，如在场内发现违禁物品或违规行为，现场保安及工作人员有权没收违禁物品，或请有违规行为的观众立即离场。十，请大家妥善保管好自己的随身携带贵重物品，如手机、钱包等。十一，演出结束后，请您听从工作人员指导，由第一排至站区依次退场。退场前，请不要起身离座。以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啦，请大家耐心等待。我是 BJ48 TV 的杨欣。杨欣。You!
找，前方未知城堡，我加满勇气把速度飙高，风是电手赶超，有你这往返道是我的绝招，甩掉不安胆小，扑通扑通我的心跳，隐形声声保持微笑，注视前方追着目标，握紧方向盘的荣耀，就此的现在
大家好，我们是 BJ48 Team B。 感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公演，然后刚刚欣赏了 Bill Fighter 先锋号角速飞行搏斗，大家看得开心吗？开心。今天的 MC 话题是，对，红白歌会你有什么期待？那就从小慧前辈开始吧。耶、yeah ！小小小慧有智慧，小小智慧是小慧。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B 的胡小慧，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谢谢。耶、yeah ！对红白歌会吧也没什么期待，就是能赢就行。然后那个，三号，就是那个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就是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就是好好的那个，准备节目，然后表现出不同的自己给大家看。好，一号头，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对，就这样，谢谢大家。Yeah!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B 的小生熊素君，谢谢大家来看我们 BFI 的公演，谢谢。耶！谢谢。这个话题我又不会说了。对红白歌会有什么期待？当然是期待我们队赢了，对吧？那你舞蹈学会了吗？我会到时候上台的时候就像很会一样。对，谢谢。耶、yeah! ！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B 的张梦慧，谢谢大家来看我们 BFI 的公演，谢谢大家。耶、yeah!心愿，然后肯定还是希望我们队能赢，但是我听说有什么奖励，但是现在我还不知道具体的，所以就希望我们队这次能洗刷那个运动会的那个，就是遗憾，小失误，遗憾，对，有点小失误，然后希望那次能就是获得胜利嘛。然后当然比起我们那个红白歌会，大家可以期待红白歌会下一天的张梦慧的生日公演，节目准备好了吗？然后昨天我拉着那个就是我要请的帮手，然后结果不说了，真的都是累，我不想说话。然后就是对吧，4月21日下午2点钟大家不见不散，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B 的陈小安，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 BFI 的公演，谢谢大家。耶！就是要晒你们。等一下，小巨人是什么情况？昨天我抢了小巨人前辈的一条弹幕，你那么喜欢他，你都没抢？没有，昨天你忘了，我们好多人围在那个练习室挖一堆人趴在地上看。对，本来大家是要排张梦慧的生日公演，结果后来都在看陈千岚的生日公演。然后我嘴凉凉了。不是，你们提前透露了张梦慧生日公演有很多人吗？没有啊，我不知道。没有，就是大家最后就是都不。
不排了。嗯，然后所以呢，昨天我就是我昨天为了晚上的那个东西要排，然后我扒了一天的那个东西，结果你只扒一天，好意思拿出来给我们？是怎么又绕到你生日公演上了？不是打一下广告吗？不是搭的，他的目的是掏出多一点、多一点那种让大家很注意的那种。大家不要听了，现在我原来那会儿已经说完了，我还以为他还在说。大家不要再听了，大家不要再听了，听了听了被晒了，听到了。反正大家记住4月21日哦。没有票，站门口去。没有票的有加站。姐哦，没有，十四姐现在不是生了吗？不是走了呀？十六姐闭嘴！我现在是十六姐现在几号？几啊？十四。你牛行吗？快小爱，我还以为你生了孩子呢。MC 话题是对红白各位有什么期待？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胜负欲，希望能赢就行。然后就是我跳到了有我喜欢的 unit，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期待一下。然后红白歌会上面我们也准备了挺多，就是反正都是很好的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到时候一定要来哦，谢谢大家。耶、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B 的猫痴毛痴，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谢谢大家。耶、在那一日不见好想念，宛若时光在荏苒，红白相对齐酣畅，细听此作这云霄，猫痴想听你唱歌吧。好，谢谢。谢谢。然后今天的 MC 话题是对红白歌会有什么期待？然后我，当然嘛，我们 B 队是红组嘛，肯定希望红组赢。然后万一有什么奖励是吧？然后就还挺期待的，就比如说万一有什么奖金，就可以大家一起就再去吃个火锅之类的。然后除了红白歌会，还有429，对429，我们 B 队的有一个两周年，大家都知道，对。然后那。他们都去看428了，对，所以没有票了。有了428就不要429了，对，过分，可以不可以？我们一定特别的精彩，肯定比428还要精彩。还有421，请大家多多期待。喜迎段玉泉女士3月以来就是喜提
喜提某某机场一架大飞机啊什么的。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好，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接下来有请下组小伙伴吧。好，你们下去吧，拜拜。谢谢大家。哼，我不走了，大前辈都忍不了你。我帮你打四二一，快点快点走，你走。就是因为你是四二一，知道吗？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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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 BFF 公演，谢谢大家。耶。啊，我是 B 直播贴听 B 段学。段医生，我们被吓死了。谢谢谢谢谢谢。段医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段医生，是我陪伴的。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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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说啥？哦，红白歌会。红白歌会，哦，就是刚刚就有大家说吓死了，我觉得不是段奕璇的粉丝可能就不太知道是什么梗，那就是可以移步一下段奕璇超话，然后去看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顺便点个关注。对，顺便点个关注。对，然后然后说红白歌会的期待。然后红白歌会这次是我们第一次举办这种红白歌会，据说奖励会比运动会还要丰富。对，然后就是我这个人吧，输不太起，就是运动会损失了那么多，一直就是到今天还耿耿于怀。我希望，对，本来有的。不是四千吗？怎么只变三千了？那个吓我一跳！你们听谁说的？怎么回事？你们中间拿回扣了吗？昨天晚上你们有帮我们要吗？没有。不是，他们队也没拿到呢。还没拿到？对，我昨天我专门去要了。对，然后那红白歌会的话，就希望我们队能赢吧。对，就是一定要赢，就这样，谢谢大家。耶！甜甜奶茶，甜甜的舒丽。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B 的奶茶小妹甜甜甜舒丽，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耶！再露，甜舒丽，爱上加油。谢谢。再露，丽丽姐姐爱你。谢谢姐姐。那个红白的期待就是，我不是一个现实跟物质的女人，然后我对红白的期待就是它的奖励，就是会不会就是可以造福人类，就是造福我们队。对，造福我们队。对，然后也请大家多多期待我们的红白歌会，谢谢大家。耶、yeah. 还有四二一他的生日公演，我刚答应帮他发广告。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B 的青雨文，谢谢大家来看我们 BO 发展公演，谢谢大家。耶！赛诺，万水千山不如你，鱼丸多注意身体，多喝水，勤添衣，我们时刻牵挂你，青雨文。谢谢，谢谢大家。赛诺，三秋一个月不见，仿佛过了一个世纪。谢谢。陈一文，亦庄的粉丝来看你了。哎，谢谢。来了。哦，东直门的呢？谢谢。谢谢你啊，谢谢。陈一文。谢谢。陈一文。谢谢。
然后我首先要跟大家道个歉，因为今天原本定的是我生日公演嘛，然后也因此大家很多就是从外地来的粉丝，然后因为有些你报机票不？写的，但是因为为了弥补这个遗憾，我在我5月6日的生日公演上为大家准多就是又准备了一项特殊节目，然后还少了一项，这一项比上一项更好。你说多的那一项比少这一项更好是吗？对，好的，我知道了。然后而且也是花了大价钱，然后准备的啊，然后也请大家多多关注一下吧。然后说回我们的红白歌会，红白歌会呢，到现在我的舞蹈还没有学会，可能这几天呢我不能睡觉了。然后也请大家多期待一下我们这次红白歌会，因为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就是从前就是你们没有看过然后又想看的那些节目。好，谢谢大家。耶、yeah! 大家好，我是 BJ 风烈天明的狐狸之，欢迎大家来看我们 BFF 的公演，谢谢大家。耶、yeah!希望我们队能赢吧，因为奖励应该会很丰富的。然后我们那个红白歌会还有我们二期生亮相一周年的环节，有人记得吗？有。记得要看一下我们的，就关注一下我们二期生亮相一周年吧。然后421还有芝麻的生日，然后5月6号还有于新总的生日。然后还有老刘的生日，还有5号老刘的生日公演，海军的生日，还有班班还有军的生日，啊，我们全队到过生日了啊！还有美军，你们有什么想不是你们有什么想不开的，都要把生日公演弄到4月份。不，他们本来是1月份和12月底的，去年的。你知道4月份多少事儿吗？这个 MC 话题是打广告吗？你为什么要说我现在就控制不住我眼泪？
B 队，我相信我们 B 队是最棒的，所以就是我们 B 队，希望要谢谢大家，就是支持我们 B 队。你为啥像获奖感言似的呢？我们赢了，感觉我们已经赢了，我们已经赢了，我们已经赢了，我感觉我们已经赢了。我们，你们说我们 B 队是不是最棒的？是。然后还有那个张梦慧前辈的生日公演。陈美君，谢谢大家来看我们公演，谢谢。耶！在那公演台上转圈圈，红娘头发还看见，眉间笑迷糊。啊，谢谢。陈美君。谢谢。陈美君。谢谢。陈美君。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陈美君。期待的话就一个字吧，赢，没有了。然后谢谢大家，希望大家来期待一下，就是我们准备很多的节目，虽然都没排好吧。哎呀，别说了别说了，就最近就是我也有在我的房间里面跟大家说我快崩溃了，然后但是今天看到有比我更崩溃的人，所以还是有一点就，然后希望大家都顺顺利利的。领先头大。这就是我的期待，大家都很顺利。谢谢大家。耶！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B 的杨欣，谢谢大家来看我们 BO Fighter 公演。耶！挺忙的，就是大家都就是都在忙很多，准备很多节目什么的，所以我对，我没说错吗？跟你没关系。妈呀！别哭了，我都给你买礼物了，晚上给你送过去。我控制不住，你知道吗？我不说了，然后。就大家期待一下，就是前辈们的精彩表现，然后我自己也，加油，谢谢大家。耶、yeah! ！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B 的刘淑贤，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耶、yeah!。Yeah!
泪水。对，没错没错没错，真的真的。其实我早就预感到有这一天。那么问题来了，就对，就其实就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就是太拖拉了，真的。就我其实觉得我明年一定会在那个过完年就把生日公演给办了，这样还能给大家留出时间给总选集资。然后那个然后现在票真的改不了了是吗？还是别改了吧，就好多人是不是都订好票啊，请好假什么的。哎，这个问题我们回头再讨论，它不妨碍我当下的悲伤。然后那个什么来着，红白的期待。哦，红白是420对吗？对。然后那个对红白的期待，其实我就是希望我能把舞学会了先。没有别的，就是尽量不要翻车，这就是我对自己就是那个就是先完成的一个要求了。对，就是这样，就是还是蛮有期待，因为就是不想就是给我们队拖后腿嘛，因为就是毕竟这是一个关乎到钱的问题，对吧？对，就是这样，谢谢大家。好，大家好，我是 BJ 方天 Team B 的孙小燕，谢谢大家看我们 BJ Fight 的公演，谢谢大家。耶！然后对红白的期待就是420嘛，然后红白歌会，我们是红队，你们想一想，寓意着就是红字在前，当然就得我们队赢了，红白嘛，红在第一，白在第二嘛，所以你们自己看着办吧，不能让这个名字倒着念呀，白红歌会是吧？然后还有我们二期上还有一个精彩的表演，然后希望大家，哦，我可帅了啊，希望大家能够去欣赏，还有。就是421张梦慧的生日公演，可能会比红白歌会还精彩，希望大家能够过来观看一下。好，就这样，谢谢大家。耶！完了，我不是平菇，也不是金针菇，我就是我，我是菌菇。大家好，我是 BJ 48B 的严明君，谢谢大家来看，没有什么特殊哦，对 ，BR Fight 的公演，谢谢大家。耶！我是被咬的那个，没法咬你们啊！但是谢谢，我就直奔主题了。红白歌会的话，那就是我希望大家能看得开心，然后看得开心完了之后能投给我们，就在座的各位，哎，我们全记住你们了。对，你们要是不投的话，我们哥俩这么高呢，给你们说，就这样子。那能怎么办？那我们只能高脚踹你们了。够了，就这样子，谢谢大家。耶、大家好，我是 BJ 48B 的优糖醋柏林星河，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 Bill Fight 的公演，谢谢大家。耶、谢谢大家。左宝，哎，谢谢。谢谢。谢谢。然后对。
对那个420红白歌会的期待，就希望大家看得开心，然后输赢不重要，开心最重要，随缘佛系最好。谢谢大家。耶！好，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精彩优美的曲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身影，发烧湿透了衣领，颤抖的肩膀扬起呢喃，想与你一起触碰凝结了空气，却闻不到你曾留下的气息，分不清现实梦境。Thank you.
度》《子弹日记》秀，还有一天天一点点，还有 Spy， 大家喜欢吗？喜欢。那我们今天的 MC 话题是，红白歌会，如果我们队输了会有什么？别，为什么不说我们队赢了？哦，对，没有这个如果，就是哎，就是假，就是官方非要让我们自己拟定一下，那我们就象征性的拟定一下，如果我们输了会怎么办？就是要定一下我们队的惩罚。那可以定，这样吧，我们给我们队定一个，也给他们队定一个，但是他们队那个实不实行呢？那个就不管我们的事了，怎么样？但是他不听我们的怎么办？他为什么要听我们的？我们就是至少要说出来嘛，对吧？那我们先想，如果我们队输了要什么惩罚？你有想到吗？没有。那我们输了的话，穿私服跳公演吧。哇，那他们都不会投票了。不，如果我们输了的话，那我们穿秋裤跳公演。那他们更不会投票了。啊，那我的天下。这样，你到底哪个队的？你是不是间谍？那我们输了的话，哎，怎么办啊？想不出来了。算了，输了的话，输了的话你们不是输的话应该是他们的惩罚，因为这是投票，所以输的话应该是你们的惩罚，就是你们是不是必得粉丝啊？他不能同甘共苦了，我们大家的一份子，不能够这样子。好惨啊！你说他们投 B 队的输，然后 E 队要怪，投 E 队的输 ，B 队要来，反正都是一波人。你说他们两方面做人很难。是啊，是这样的，我那就看谁，那就看是哪个队更有就是那种穿着秋裤跳公演那种吸引力了。没有，这样的，我们这样聊到哪儿了？就是秋裤，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你生日公演那一天，大家都要穿秋裤。为什么？对我生日公演有什么意见？反正因为因为觉得你太时尚了，我们就是为了衬托。没有，刚才是在聊那个420那个书的惩罚，对。然后聊的是什么？秋裤，穿着秋裤跳公演是吗？对。但是我们考虑到，如果穿秋裤的话，他们都不会那个。对。所以你要想一个，就是能够让他们大家给我们投票的。我觉得穿着比基尼，不是穿着比基尼在那个北京市内跑马拉松接力。你在逗我？对，我今天上午还听说了马拉松。被抓起来了怎么办？被抓起来了，被抓起来怎么办？我玩不起，影响北京市那个风貌。我们就在一个，就不要在主路上吗？我玩不起，哎，在高速上。这样吧，什么呀？要是我们输了，你们都穿比基尼来看公演吧。这话没有，这话辣眼睛的是我。哇！不，这样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惩罚自己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他们是进不来的，我们就是挺好的，就没有人了，就是自己在这跳公演。大家哇，想象那画面，大家都没有穿衣服，然后都被那个堵在了咖啡厅，都没有穿衣服。我说出来是泳衣，你为什么？哎，等会儿，我问一下，就是这个420输赢是看什么的？他们，那肯定要搞他们啊！对啊，我也这意思啊，要不然他们没有动力。你扇子？那你没找着？那你想一个，你们两个没有说吧？说了呀，他们穿比基尼。那你呢，孟慧？我想想，让我想想。来，你先说。我说完了呀。你说啥了？我说穿比基尼在那个北京市内做马拉松。你们就不，你们非要让他们穿比基尼，想着座位这么挤，真的是，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也听不懂。干嘛呢？没有，我想想，如果我们输的话，我觉得这个如果是没有的。但是如果真的假设万一有一些小失误的话，
别的就假如赢了会怎样？倒立着看公演。啊？什么什么什么？倒立？哎呦，不要假如没有，我们说一个实际点的。我这很实际的说的呀。就赢了的话怎么样？好吧。赢了的话。赢了的话，对。那想干嘛干嘛呀？想干嘛干嘛。对啊。赢了的话，可不可以公司请我们去旅游啊？全队不是，哎，我们赢了，他们有什么好处？他们没有，那他们干嘛跟我们投票？对，所以说赢了的话，他们怎么办嘛？嗯，哎呀，你们听不懂。赢了的话，那个，不行，不能说大话啊，这个得。说，你先说，告诉我来。他刚刚说，要是赢了的话，他自己的工资里面扣所有人的公演票，他包。没有。对，是这样子的。后面括号啊，就是赢了的话，奖励就归我一个人，对。就是那个，你这么任性了吗？太贪心了，现在公演票也没了。看得无眼就是零。对，没有听说过什么金福。所以我们刚说男装公演是吗？对，今天还没有办呢。我有这个权利答应吗？等一下，我算一下啊！你算一下，你还有多少机会？不是，他在算他哪天不在，然后没有。我觉得四五公演怎么样？奖励怎么样？四五男装公演没有？哎，你不要限定好不好？因为是这样子的，对我来说，男装公演跟我日常公演没区别。那你就女装，对啊，我就这意思，四部公演嘛，对不对？那你就女装，我们就男装，可以啊。好，那就这样定了，好吧？如果假如说，等一下，能不能在我生日公演后啊？就这样定了。假如说我们队要是赢了，我拼了我这条老命也跟他们去争取一场这种。素颜你们就别想吧，那男装也没了，跟你们说不玩了。素颜男装怎么演？不是啊，不是，我们不愿意素颜。重点是，如果我们真的素颜了，你们就不愿意了。而且，他之前说过，他素颜，只要有人看上他，他就干嘛来着？他说他素颜，要是有人很喜欢，他就嫁给他。对，我怕那个不够分的。这个话是不作数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你们都看过，但是还是很爱我。那你为啥不嫁给我？有点自信，活着是挺好的一件事。反正胡小慧是他就说好，你们俩，我宣布你们俩结婚了。这个信息量有点大。我不接受的，我不接受，我拒绝，我不要这么剪了我的婚礼，我拒绝。我下次帮你们办一个好不好？我不接受的，我不同意这么回事。这样好不好？这样好吧，如果我们队赢了，我们队的男装四服公演上给他们两个办一场。哦，带钱提供钻戒吧。这样吧，你要是那个随份子，我就那个勉强同意。我没有，是不是要双方当事人都同意才行？
爱。
耶！有人要说生祝吗？我有一个生祝，云舒燕子，祝你生日快乐，谢谢。耶！还有吗？没有了的话，那我们看今天 MC 话题吧。你们都打开吧。都打开吧，都打开吧。每次都这么简单。简单粗暴。好吧，那就二吧。他们都想被抠。台下的粉丝，说实话，预备，谢。如果你是台下的粉丝，你会举大伞喊谁？说一句套路的抠词。我觉得抠词这种要押韵脚的话，不是一朝一夕能想出来的。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所以你就不说。所以呢？所以讨 MC。没有，我什么时候讨过 MC？ 我想说四。就是如果你要参加变形记，你推荐谁去？为什么？好，那你就说吧。我要推荐张梦回去，因为他这样能火。不行，你不够叛逆。为什么？你不够叛逆。你不够有钱。你是农村的。我可以演出来。你可以演那个去城市里的那个。什么？你不够有钱。就是要有钱，你可以演从农村到没关系，我借你们我借一下你们的钱，然后去参加完，要是火了之后，大把大把的收入，然后再还给你们。今天我们在讨论，就是说，就是关于有钱没钱这个问题，然后说到我了嘛，然后他们就说段奕璇有钱，然后有个人马上否定，不，他现在连个三轮车都买不起，我现在确实连个三轮车。然后现在我们队就是成天就是不知道在比什么，哎呀，我卡里余额最少，就谁比谁卡里余额少。然后呢？对啊，然后你不是要说吗？然后我还想参加推荐刘若贤去。我也想推荐他去。为什么？因为你长得够叛逆。没有吧？我真的。臭脾气改改。我从小我妈就说我长得非常乖。你妈骗了你很多年。你现在长得很社会，就是需要去改造一下，就改回去。没有吧？没有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觉得不是。是。那你觉得谁？我觉得段璇适合。他比你还叛逆吗？我觉得段奕璇就适合那种农村到城里的那种，不是城里到农村。他需要变得时尚一点。也行啊，我都接受。真的都怎样都能一般都是，反正我看的也不是很多，但我觉得反正农村到城里的比较容易火，这是我给你的经验。没有吧？我觉得火的全是城里的，啊、都是城里火。哦，对对对，说法那个说法，那个真的。你们都弄错了，火不是这个人哪儿到哪儿火，是这个人的人格魅力有多火，所以我段奕璇到哪儿都能火。不是段奕璇，真的不是。不是，哎，你想一下，其实从农村到城里面的都没有火，原因是什么？他们没有开微博。我有啊。对啊，所以就要城市里面到农村去，然后等你改造完回来之后，你开微博，有一种就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感觉。我一直都是人啊。就是你想吧，就是那个农村的到城里去，完了之后他回城里，村里没通网。就是，但是一般这种反驳，我觉得我现在跟你们有点沟通不太来了。我觉得，估计年龄差越来越大了，是吧？那你怎么回事？你年龄怎么飞跑起来了？没事，好嘞，甜甜，变形记啊？那我没有，你随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说什么说。那我就说变，太任性了。那我就说变形记吧。我推荐田淑丽去。你也想火，因为我有钱。哇，甜甜想去农村是吗？没有，因为我觉得，我觉得我好像上次的发色比较叛逆，就比较适合去变形。就这一次也是吧？这次是改造回来的发色。就是上次是什么？
金黄色的，对。然后再前一天是粉色，三天变了三色，跟刘若瑄学的，真的是。让刘若瑄干什么？现在真的什么屎盆子都往我身上扣，跟我没关系好吗？然后张默默说：“来，说出你昨天说的话。”什么话？张默默说：“你说是因为我，所以你才变成这样。”对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人家跟你一个房间啊。那为什么跟你在一起没有变黑呢？我白着呢。你确定吗？嗯。行吧。对，因为跟牛奶住了之后，不管我染什么发色，他们都说就是跟牛奶是一样的发色。然后你永远是感觉是在他的上一款颜色中。对对对，我没有染头发，天生的，天生这样。我营养不良，真的，我天生就是那个头发比较。就是自然的那个变色是吗？这还自然，就是一样不良。就大家知道平时哪些人说的话一点都不能信了吧？没有啊，真的是营养不良。那我是混血，就是天生就是、这个。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混的？上个星期开始混的。一种突变。上个星期突然知道自己是中美混血。就是一天一个国家的那个发色，对。哇哦，玛丽苏。好，我来了。我们本来的话题是什么？变形记，就是你要是粉台下粉丝，你会去打小喊谁？然后那个为什么抠？怎么抠？对，那就变形记嘛。我想一想啊，如果我是台下粉丝的话，哎，我手上刚好有一个道具，我记得我就是我人生中的梦想，因为，我人生中的梦想就是我特别想在这个地方。就真的是这个地方看一场公演，就是我记得有一年，我也想就是回到进团之前，就是从不，因为我进团之前，就是其实我对就是本身团也有关注，但是我就是没有能力来看公演。然后呢，我进了团之后，我就特别想坐在下面真的看一场。然后有一次我都计划好了，我真的都计划好了，这不是生病在家里嘛，然后我想说我回北京之前，我一定要把自己打扮成谁都看不出来的样子，然后来就是在北京剧场看一场公演。那你是什么什么？他说你素颜就行，素颜就行，谁都认不出来。是你粉丝吗？谁说的？信不信我现在卸妆给你们看？谢谢。大哥，你的词儿挺溜呀！我气死我了。但是后来想，因为我当时都跟我们姐姐偷偷要票来，然后说我就要 B 队的票，就要 B 队的票。结果后来想一想，姐说 B 队要不到，没有，有卖光了，太火了，火了。然后当时后来是怎么说的？就是说。觉得在下面看公演，台上少一个人，我就在下面。我待会儿要是看着看着不忍心跑上来跳了，大家会吓一跳，所以我就被素颜吓一跳，然后被保安拉出去。哎，你是活腻了是吧？对不起，我不该说这种大实话。你来说，来，你过来，你来说。如果我是台下粉丝的话，是这个话题吧？嗯，我记得我当时看首演的时候，看那个小牛仔那个 spy 嘛，然后到小牛仔出来的时候，我就大三下，我就老公，我以为，那我就说我不能结婚，我以为你说看他更衣室男孩，我想象更衣室男孩是你跳那个吗？更衣室，对，我跟他一块跳的，那我没有那个想法，对不起。那我好想再看他跳一次哦，来一个。不是我不愿意跳，是这首歌我已经完全忘却了，它在我记忆中删除了。那你前几分钟跳的是什么？没有啊，我就唱。你记得吗？我当然记得了。哎，甜甜也是。甜甜是 C。来，是一个。甜甜跳一个吧。甜甜是一位五个人的位置全都跳过的人。跳吗？你们？我真的忘了。我好想看你们跳。我是真的忘了。这样吧，要是红白歌会我们队赢了，就让他跳一。他们三个跳更衣室男孩，这不是惩罚吗？这爸爸你付出什么？请问，我出的主意啊。他素颜红白上。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愿意在我生日公演前多学一首那个在更衣室中的人。好啊，你素颜上公演。不亏。我想一想啊，别想，真的不亏。我权衡一下这其中的利弊，稳赚，稳赚的，稳赚不亏。由我和刘二贤给你做保，放心，大胆的下注。嗯，真的吗？嗯。你看，你是不是不想看我素颜？对对对对对对，逃避现实，你知道吗？就凭他这身高，你们肯定都认得出来。现在你可以闭嘴了。好，你说 MC 吧，来开嘴。开嘴，开嘴，开嘴，闭嘴了。那你现在在干嘛？开嘴来说话。那就要被揍了。说吧，说吧。说哪个？你想说哪个？真的还有很多啊，像什么平行世界，另一个时空的你会在干什么？另一个时空的我正在台下某个角落看着这场公演，然后恐怖啊！我觉得一挺好玩的。那你来，你想跟谁邂逅？邂逅，你的目光已经瞄准了。邂逅，邂逅这邂逅这个词你们可能不太清楚，它描述的是男女之间第一次见面。真的，我语文好得很。复男。我什么是什么让你对我的性别产生误解？我什么都没说，你自己非把自己带入是男的。那你为什么就是这个在这个语境下面，你知道吗？语境你知道吗？男女，说完男女之后你说我。那下面没提男女。我说他是。他都叫你老公了，他把你当什么性别？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就是我欣赏你的帅气，就是不是歧视你的性别。你别解释了。我活不下去，正副队长都被我得罪。不至于的，不至于的，不至于的。我往旁边站。没关系，十四姐照着。现在我们十四姐是十二姐了。你先看你自己活不活的。你现在打得过我们？你现在是不是十二了？我不，我就要当十四姐，当定了。那你就是不把这个位置让给秦宇文。对，你说对了，我觉得他非常适合十六妹这个称号。那十二就给我吧。哇。你说完了吗？好像完了。没，他没说完。邂逅。他被你强行终止了他的话题。来说说说。说，邂逅是那个，那你那关我什么事儿？我是不是应该躲闪一下子？啊，那就偶遇，别邂逅了，偶遇。对，你那。人家选了你，你这样搞得我像没人选。不是啊，他一开始他的初衷就选你啊。真的。你不，人家初中颜悦，别想了。不是他，穿越整个太阳系，最甜不过杨钰钰。我的 M 是说完了。就是在人家首推面前，好歹我只是个二推。他推过你吗？你我觉得你太。说真的呢，你别给自己加戏。哪里来的自信？啊！我整个队待不下去了，一队还需要人吗？小二，快过来。待不下去了，我也待不下去了。不是啊，你们这样整完了，就感觉好像我刚才是被饶的，你知道吗？被饶了什么意思？就是买一送一，不就是吗？行吧，那你说完了？说完了。那我说吧，话题都有什么来着？变形记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活动，我们队唯一适合人选就是熊女士。哇，绝对！第一。他有钱，不是一般的有钱。第二，他有势，他叛逆。真的。第三，又有钱又叛逆，他从不改变。第四，他自带流量。
那个我这里有两个星座要说。嗯，那个每天想拆歌一百遍的彤彤，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以后能一直支持我，然后大家一起继续走下去，谢谢。Yeah！ 然后陪彤彤过生日的花仓。火啊！祝你生日快乐！然后谢谢你的支持，希望以后继续支持我，然后我们一起愉快的走下去，谢谢。Yeah！ 哎，这怎么还买一送一呢？还赔了的？对，我说到哪儿了？熊女士是吗？对，她真的很适合，你们不觉得吗？太适合了。对，而且我觉得她大概从农村就是去到农村之后，她会杀鸡杀鸭。没有，我们今天可以全队人去匿名给那个节目组投个稿。没有，我觉得熊女士去那个农村，她不会改变，然后反而会成为那个村的头头。而且她长。没有，最主要的一点是什么？说的都是她说的，就是她一个人说的。没有，最主要的一点是什么？她长得挺好看的。好看的，对。这种太虚伪了。没有，这种长相回来开微博一定火。哇，这种都是村花，几百万点评赞。我们队都是这种人啊，原来你看清楚了没？也不是我自己说。哎，宝贝儿，你自己说你合适不合适？宝贝儿，我听成是不合适。真的吗？所以你是放过这次可以红的机会？因为我去了农村的话，我就改变这个农村了。他坚决不改。你真的决定放弃这个机会了吗？成为村花的机会。村霸。我考虑一下。对，然后那个就是各个节目组那个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们那个公司熊素君女士。对，北京四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对。然后在我们官博微博下面都有联系方式的，请大家关注一下好吗？耶！我了吗？那我就简短扣一下牛奶，就是刚刚不是 spy 说书写刘书写带你回家的，哎，那个怎么说？这句不是胡宝文的吗？抠就是什么带你回家，什么东西？我就想把牛奶带海风的情景。我最喜欢刘书仙，喜欢刘书仙，这个吗？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句。因为大家都不喜欢你。没有，上次我跳的时候，我听到下面喊说，说有这句抠，然后我就想说。你跳了海风吗？还跳了，都跳了，一起跳过。我觉得段段一直觉得我是刚加入不久的。你加入多久了？一个月吧，一个月。毛蟹你别说话。我给他起了个外号毛蟹你。我是三期，你忘了吗？哎，他到底是几期？现在几期了？现在五四期出道没有？五期都来了，五期来中间啊。五期已经来了。我不是五期吗？天大好轮回，中间。所以是五期。但是你是上海五期。不是，现在是什么辈分？你的辈分已经大了一轮了，你大人家十二岁。就是这样子的，你要叫各位都是前辈。对，我们是二期，人家以后管你叫阿姨好。阿姨前辈好，哎呀好别扭。说真的，我每次一穿我那件灰色羽绒服在中心，就有很多后辈叫我阿姨好。最悲催的是你既无法反驳，因为我没有戴眼镜看不见是谁，你知道吗？要不然我一个都不会放过的。是不是你伪装的？啊，这都被发现了。我说完了，我要带牛奶回家。哎，所以他到底是几期生？二期吧，就是其实挺神秘的，因为那天不是因为那天我就是一转眼，就是因为在我印象里他们跳舞都很烂，你知道吗？什么？没有，就因为刚来的时候就是觉得他们就是都好像有点跟不上的样子，然后我那天一看镜子里面就是看到他们，我说哎。怎么突然进步那么多，然后后来反应一下，哦，好像真的就是在一起很久了，然后真的每个人都进步超大。没有，我们也就是没有机会看到你刚进团的时候的样子。在座有看到过我刚进团的样子的吗？
一点还挺好的。对，其实我们不应该说的，说出来了是公司扣钱，不说是我们自己扣钱。对，什么意思啊？自己扣钱可以拿着花啊。什么？没事，走吧，走吧，拜拜，拜拜，谢谢大家。喂，我不走了，我是这场唯一没选 MC 的人，我不管。别别别，没关系，等会儿我们全部都在这儿听他说完，我们再走。来来来，说，请开始你的表演。搭档了，那下次我站在这儿了。不，他还是会去找美军的。哦、我们
是屏幕情侣，完美。好了，来了来，大家认真关系，预备起。不要让我再见到你，不然我见你一次喜欢你一次啊。这个好土啊，请快点。你是成大人，我就知道他很土。那我再来一个。这是我的什么？这是你的猪蹄。这是我的什么？猪蹄。不，这是我的什么？你说。爪子。手。手背。手背、嗯、对吧，嗯，这是我的什么？猪蹄。这是我的脚背。你是我的宝贝。哎，更土。哎、哦、还不如上一个呢。哎，快点，这个可以，我觉得这个可以。哇，厉害了，厉害了、哦、厉害了。我是小鲜肉。我是前辈。准备好。那现在我是旺旺先辈。那现在该前辈讲 MC 了。嗯，前辈觉得就是刚刚有一个在地铁里面遇到情侣秀恩爱嘛。嗯嗯嗯。我问问刚刚台下观众的反应和表情是什么？嫉妒。因为我觉得出这个题的那个粉丝，他一定有很强的嫉妒心。因为我觉得在地铁上啊，人家情侣就是恩爱了一点，你就觉得人家，你就觉得人家在秀。我恨。其实啊，我就觉得很普通。我在地铁上看到人家秀恩爱，我就看啊，就像看电影一样。就是自己生活中也没有这样的那个这样的那个情景嘛，然后就看，然后就会也算是一种体验生活嘛，然后就这样看。你们会害羞吗？人家在秀恩爱的时候 会嫉妒对吧？不会，我会我会插进去看。哦，我记得了，小熊，我记得一件事情，很久以前人家有一对情侣在听音乐会还是什么听 live， 然后人家很恩爱，在吃手抓饼，是人家，然后谁都不会把嘴抓进去了吗？然后人家是男朋友排队买给女朋友吃的，然后女朋友很幸福，正要下口呢，小熊不认识人家，问人家要了。我是这样子的，他们两个人，你们俩演一下。老婆，给你买的。哎，不好意思，请问一下。这个手抓饼在哪里买的？就在那边的那个档口买的。我很饿耶。都是那个两个人才可以一起。我很饿，我有一点饿，然后他们两个就把他的手抓饼给我吃了。你好意思吗你？对，因为当时我只是想要问他在哪里买的，但是他们两个人就特别。就说啊，要不给你吃吧。不，因为你脸不，我觉得他是可怜你，没有办法，就是看太可怜了，还一个人这样子。而且你刚刚说吃一口是吗？他是想买同款，他只是想去 get 同款，没想到人家给他了。对，他就只索性整一个都给我了，说那你拿去吃吧。我说啊，我这怎么好意思？然后美军在旁边，就美军在旁边。我觉得我已经很那个啥了，怪不得你已经离我走得很远。我问人家说他这样子，假装不认识我一样，假装不认识。但是我真的就是有买东西，然后喂给别人吃的时候，旁边然后不认识的人真的把嘴伸上来给吃掉了。嗯，他可能是在开玩笑，但是我当时是不想让他开玩笑的，这是我的吃的，但是我不好生气，我就。我想起了一件事，就是我那时候在重庆的解放碑，就在路上坐着，拿着几个烤串，突然有一个男的在做直播，你知道吗？嗯，他就拿着那个电脑吧走过来，电脑，这位美女，请问我可以吃你手中的串串吗？我说我看到那个不可以，不行。这样子，就是在直播的时候，你说可以啊，你随便吃。那个，你能把这个关掉一下吗？我想对你说点事情。他一关掉，拿回来吧你。我不记得刚刚有什么 MC 话题了，光沉浸在就是他的那个特别土的套路中。第一个是邂逅，邂逅，第二个是打
call。打 call。第三个是秀恩爱，第四个是变形记，第五个是另一个时空的你。六六六六六！他把他记忆力十一流的。我还是陷入在他的套路当中的。小慧，你要喜欢，我可以天天跟你说。可以放一个屏幕吗？哎，好。啊，天使。天使。男女主角啊，这个觉得什么场景最浪漫啊？我见的一般都很狗血，没有浪漫的。如果是台下的粉丝会大举喊谁？这个我一般都会说超级可爱张梦慧，我最喜欢胡小慧。然后，推荐那个哦，看别人秀恩爱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我一般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我还挺羡慕美军跟小熊的，就是竟然会有空能看到别人。我一般都是。这样子被挤来挤去的那种，就是眼睛基本上就是不小慧，我是这样子的，我就是因为我很困嘛，然后我从来就不担心我会就是跌倒，就是我真的是在睡觉，我一点都夸张，就是睡觉然后被人挤来挤去挤来挤去。然后有一次就是开门关门的时候不是要有人出去有人进来吗，这个时候突然空旷了，我立马就跪地上了，然后我就醒了。然后我还是挺羡慕美军跟小熊，就是竟然有那么空旷的地铁可以进去的。我说的是 live， 就上次我们就以前去年不对，第一年我们来的时候不是去总去一个地方录音吗？那里经常会有歌手在那开 live，是免费的。对对。哎，你们刚说的不是地铁吗？不是，我以为是在地铁里。哎，地铁也有了，就是地铁里，然后他也向别人要手抓饼了。其实我跟你说，小慧，你可以不出家门就可以看到他们秀恩爱，你刷刷微博就有了。嗯。哇哦哇哦，哎，刚刚我还有俩好，推荐一位成员参加变形记，你会推荐张梦慧，就是我想让他就是感受一下就是城里人的生活。然后那个还有什么平行世界，这个呢我让给你们说吧。好棒，有的风我的，男女初次邂逅，我会觉得就是，就是那种邂逅比较，就是第一次两个男生和女生第一次见面打一架，我觉得特别浪漫。就是他刚说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然后就成了同桌。对，然后下一秒就啊，这怎么是你？怎么又是你？就那样，然后两个人就相爱了，就是这样。第二个是，可以了，没有准备，下一个小爱。啊，小爱没有准备好，怎么办？啊，好紧张。快说。一二三四五，我要说哪个呢？快。那我说第二个吧，我是台下的粉丝，我会举着大伞喊谁说一句套路的扣词。所以你的大伞呢？我要说谁呢？君姑。严老板，我们都已经在台下了，就台上的话给别人点面子吧啊。嗯哼，给谁？好吧，那就我对杨欣说吧，我去拿个大闪灯啊。哇，杨欣，这个颜色应该跟美军说。哎，这是我的，我的。那你要不跟我们？这到底是谁的？你们都闭嘴了。闭嘴，喊一句。闭嘴。美军，有我的。哎，这三个你都可以顺着说过来。传。啊，你也是粉的？我不是，我也是粉的。你不是，是哪一个？哼，我现在就变成粉的了。美军，有谣言说我喜欢你，今天我要澄清一下，那不是谣言，我真的喜欢你。快了，为什么删我？啊，多女二又上线了。再删一下。太坏了。你啊，也是。第二是第二个吧？哎，不是第一个，第一个吧？邂逅。你吧？啊？不是我们俩后面不是玩？就开始就我俩。开始。初次。第一次见面为什么要牵住我的手？就感觉就是个似抽抽，双手眼神，你就是对的。我怎么出征？你好像欠我钱。你好像欠我电影。对，那我们
今天晚上下了公演就去看电影吧，有课，不好意思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啊？我一点都不心动。因为原来这是杨希心中最浪漫的。不是，因为他台下老说他喜欢的只有我，我喜欢的只有你。然后你今天跟谁告白了？我还在呢。我其实心里喜欢的只有菌菇，谢谢。谢谢。刚告白。段奕贤是过去式了，对不对？对。你让我有点措手不及，你这种措手不及。好，接下来是爹。哦，我推荐就变形计吧，我觉得可以带 B, 整个 B 队去一趟。不啊，可以这样吗？我们可以跟其他中心的换一个月，是不是？让他们来体验一下不同的地方的不同的管理方式。然后这里的粉丝就成别的地方的粉丝了。不啊，他们也可以去一趟啊。去不去？你看看，他们都这么说，你最后去了，他们还是会跟你去的。我单方面的认为你们是口是心非了啊。好，那到我了，我就速战速决，最后一个吧。如果在平行世界里的话，我应该会跟大家一样坐在台下，然后看着台上的小偶像们，然后看他们的发光发射，然后就这样子。然后有钱，要有钱，要有钱的坐在下面，每场都坐超微中看着台上的小偶像。做不了，我没钱，我没这个钱，我得下跪管人去借钱。然后就这样子，那就请大家欣赏接下来的歌曲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离开人闹笑
请大家注意身体，给小偶像们带来更加热情的应援。接下来安可路一个送，安可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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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欣赏最后一首歌曲《爱与前方》。说牵手看向山巅，看见世界最美的风景，百分之百梦想心都这样坚持到底，肩并肩团结一心，不离不弃，感谢这一路上都有安排，然后依次与我们击掌，谢谢大家。Yeah!